你对自己的体重没点数吗？青仔，我体重就比你多一点，轻宝都能背起我。乐山鸭顶，咦，你说的对，就是这个名字，乐山鸭顶酷不酷？乐乐，你个老六，快起来，别逼我咬你哦。也不知道青仔和乐乐一天哪里有那么多精力，不是在切磋，就是在切磋路上。干饭不香吗？算了，我继续干饭吧。乐乐，我这个达哥鸭顶如何？不咋样，还是乐山鸭顶厉害一些。哼，哎呀，还挺不服气的。那就别怪我了。姨叔叔们，看出青仔想干什么吗？乐乐要反杀了吗？青仔看见没体重优势，所以还是要多吃饭饭长肉肉。别说那么多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乐乐。哎，小心哦，抱上来，再跪，抱上来，不能站在上面。哎呦，你要是穷坑的话，那就真的发脾气了。家这个小孩在这儿来是吗？小朋友。他大了，这个还小。别跳，别跳，来来来！哎呦！打他！哎呦！你俩可以休息。